你好，外卖。谁让你进去了？哟，这不是固深科技大少爷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想起来了，你爹的公司让你给祸害没了，没了爹，你不就是个臭送外卖的吗？哼，公司什么时候不让送外卖的进了？那这样，门口那几箱水，保安大哥你去送吧。这我拿不动了。拿不起就别在这狗眼看人低。进来吧。谢谢。啊，我就是那个因为父亲被你们接任公司的副董事，因为我对工作的不认真，导致固深科技破产。现在父亲，你不能有事吗？我知道，我应该为顾家做些事情。这是公司内部，送外卖的不能进去了。你以为自己还是大少爷？滚出去！我是来面试的。这耀阳科技怎么什么人都招啊？一想到我的竞争对手是个送外卖的，就觉得太可笑了。有些人狗眼看人低，说不定连面试都过不了。谢谢，其实我没那么在意。谁能进谁不能进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小员工能说得上话了？对不起，楚副总。说了多少次，在公司叫楚总。叫你副总有错吗？你是楚总，那我是谁？早上好，蒋总。蒋总。送外卖的，不偷不抢，等以后进公司好好表现，说不定你就是下个副总。他当副总，那我来当总裁。你呢，当总裁夫人。嗯。糟了，蒋总，公司系统被入侵，技术人员已经在全力抢修。情况如何？对方有备而来，还没解决。呵呵。总裁的位置不好当啊，不如让给我，我来帮你。女人嘛，干嘛那么要强？在我身后做总裁夫人不好吗？有没有人能够帮公司渡过难关？我可以破格录取。人事的事情可一直都是我说了算，你们谁要是敢，我可以试试。真是可笑，你竟然相信一个送外卖的可以帮你解决问题，别到时候搞垮了公司，你最后还得靠我。我不去帮忙是假，来这窃取资料才是真的。够了，有什么后果我一定承担。解决了。干得不错，欢迎你入职。我没问题，只有一个条件，我不接暑假班。暑假班？耀阳科技是个科技公司，别说996、007都是常态。你要有心理准备，24小时随时在线。加班，要么员工教育，要么管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如楚副总所说，耀阳科技是个科技公司，而不是奴隶。只有奴隶主才需要奴隶卖身卖时间，对吧？你很自信吗？但我喜欢，我会给你拟定新的合同，在这基础增加20%的薪酬。不用加班。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同事，这位是庄远，已经是你在公司的头号迷弟了，你真太帅了。你好。白天上班，
晚上送外卖。爸，我一定会重振你，不会让你失望。你的外卖放在茶几上就行了。大小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来多喝几杯呀、啊。真醉了，那你就来哥哥怀里睡吧。干什么？怎么了？顾萧哥哥，这不是咱们江州大名鼎鼎的顾少爷吗？你可是让我们雨桐找的好苦啊。顾萧哥哥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你别走，留下来陪我过生日吧。顾萧，你都沦落到送外卖了，这些钱给你，留下来陪雨桐过生日。爸，爸，你不能有事啊！爸，钱我拿，但是你这个趁人之危的混蛋，你给我滚！顾小哥哥，我知道，只要我有危险，你就会来保护我的，不要再躲着我了，我一定会帮你重振顾家。顾家的事不需要你来操心，我打电话给你保证。我还有单，现在。可是，我就是因为担心哥哥，才会借酒浇愁的。谁呀、啊？给我滚开！王琴。送我回房间。这次我看你怎么和雨桐解释。好热，别再说。江总，你没事？江总，你别想要我，你冷静点，江总。兄弟，但我好喜欢。再这样，可不敢保证我还能做个人呢。你又怎么在这？你为什么洗澡？你又对我干嘛？他是谁？刚才就算我看到照片，也不愿相信这就是真的。不是你想的。我想的是哪样？顾萧，你就算再缺钱，也不能找这种老女人吧？哥哥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帮助你的。健康长寿的人，谁不会老呢？哦，难道有人永远年轻，活不到三十岁，英年早逝？
哼！这是这个房间的监控录像，但只能给蒋总一个人看。我发给你。什么东西我不能看？老女人，是不是你对哥哥下手了？是不是十八禁你才不让我看？哎，走了。我成年了，我成年了。走了。原来，昨天最后是我吐了他一身了，他这才脱了衣服，而且他还没让别人看到我丢脸的样子。江总，公司内部系统需要升级 ，GRS 软件是最契合咱们公司的。这是 GX 的全部资料，只是这个人极其隐秘，查不到他的任何照片。他长什么样并不重要，只要能说服他将 GRS 软件的使用权签给我就行。你联系他了吗？江总，我今天给他打了一天电话，他一个都没接。算了，我来联系。你好，我是耀阳科技的蒋如月。他竟然挂我电话！去吧。哼！我没有乘人之危，那是我们老板，我得保护人隐私，才不给你看视频呢。我就知道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的小哥哥。你别在老女人那里打工了，来我们公司吧。过个一年半载的，你就是继承人了。第一，不要叫他老女人，不礼貌。第二，我自己捅的娄子，我自己负责。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。第三，我对你只有一面之情。我可不要当你的好妹妹。你小时候都答应了我，让我做你的新娘子。况且，小哥哥，我也不是小孩了，比以前成熟多了。你多大，在我眼里都是个小孩。快吃吧，吃完赶紧回去。公司新开发的小程序代码是你负责的。是我，怎么了？哥啊，你看看自己的代码出了多少 bug。我们被客户投诉，损失了多少？你赔得起吗？不赔。我看看、啊、你是不是整天的心思都花在泡妞上，不好好工作，现在就给我收拾包。每个员工在完成当天工作后都会上传到公司的系统，有没有被人编改过一看就。我在上传记录后的30分钟，工号365进行了工作。你给我解释。谢谢你，江总。真的是吧，我谢我就好好工作。还真是个好领导。我接下来要不要承认我的身份？ GX 又挂你电话，喝口水消消气。GX， 不管你是谁，我一定会把你搞定，成功升级公司系统。蒋总最厉害。不早了，我能不能下班呢？是我让你不走的吗？不是因为你喜欢工作吗？是我自己主动加班的。蒋总你好，我是 GX。GX， 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要你 GRX 软件的最终使用权。蒋总这么想要，那我一定满足啊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想成立 GX 公司，现在需要1亿的启动资金，不知道蒋总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下？这个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
3天之后我等你拿。这么晚了，谁还在工作？偷东西偷到我这来，你算是踢到铁板了。谁来的？说。这蒋总，是我，顾霄。大晚上你不回家，在这儿干什么？赶紧走。我是这个意思。等我领了第一个月工资，我就出去找朋友。你就睡在这椅子上，跟我来。嘿，宝贝，给你的早餐。少油嘴滑舌的，能不能学学顾霄哥，正经一点？正经。好的。正经。昨天晚上太舒服了。陆小哥，你要是被强迫了，就眨眨眼睛。顾小哥，果然人狠话不多，我又学到了。顾霄，蒋总叫你。我该说你不小心，还是说你借机上位？想什么呢？这里是我的休息室，我很少用，你就暂时住在这吧。谢谢，我一定好好工作，把公司当成家。当成家这点，你已经做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对自己的老板有工作之外的任何想法。江总，我是针对你没有任何想法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一点也不喜欢。所以你要注意影响，你那个小女朋友醋劲那么大，我可不想再让她来纠缠我。她呀，她是我朋友，我现在一身债，没有儿女私情的空间。这次是我得不谨慎，这样我请您吃饭回去。不必了。雨桐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顾笑，谢谢你接连帮了我好多次。不客气，小姐。我们顾笑哥哥人就是心善，像路上碰到崴脚的老奶奶之类的，他都会帮忙的。但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从小一起吃饭，一起玩，一起睡觉。幼儿园的小孩子一起睡呢。你刚来公司不熟悉业务，有哪里不懂的都可以来找我，我看好你，加油哦。哦，对了，你昨晚在我那睡的习惯吗？顾霄哥哥，你居然敢瞒着我在他家过夜。不是，你误会了。哦，难道你昨晚不是在我的地方过夜吗？是，哎呀，不是，雨桐，你听我解释。您有新订单，请及时处理。订单？你不准走！你自己回家啊！你不准走！江总，你怎么？不用担心我，我司机一会儿就到。好嘞。自己回家啊。
江总，出去做事吧，这里交给我。楚副总，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闯进我的办公室，这不太礼貌吧？如月，这里也没有外人，我知道你在忙什么，压力很大，用不用分担？楚天，这里是办公室，还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。经过我这一周对公司系统的检测分析，我发现咱们公司的系统严重不完。作为公司总裁，你必须马上出面解决。我作为公司的总裁，会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。不不不，我已经上报了董事会，你最多只有三年。就等于月的代跑。我是想你说什么意思？一样，这个总裁的位置不好说，当然了，只要你求我，我一定去帮你。我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，就一个勇字，说到做到。你请吧。这个楚副总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江总，现在可怎么办呀？GX， 只要你能解决问题，给你投资一个亿用。但是，一个亿可不是小数目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花一个亿？你去更新一个公司系统。凭我猜到，蒋总想要的耀阳科技，不是新的系统，是新的我系统。继续说。好，你入股后将拥有 GX 的干股股份。他的每一份收入都将进入你。这样，以后你的投资方向再有明确。一个亿只是我投资你的第一笔款，第二笔款我现在立刻给你写，上不封顶。这，江总，怎么这么相信我这个陌生人？万一我是骗你的？万一我只是个送外卖的？我这个人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这样才能让事业长久。希望你也能信任我。我相信你，江总，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板。你怎么知道？不过你说的对，合作愉快呀、啊、，GX。合作愉快，江总。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，江总，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要庆祝一下，可不能让楚天知道我们这么快就解决问题了。拜拜。江湖玉，你迟早是我的。GX， 就按照之前咱们说的办，只要你拿到耀阳科技的内部核心系统，我就给你50万。没问题，我的条件是先付后交，只要钱到账，立马执行。江湖玉，咱们。放心，我就配合你的工作就行。江哥，你不能走到哪儿都是工作的吗？你得融入咱们这个集体。来，唱歌。哎，小雨，你别唱了，让肖哥给咱们唱一首。
哎，甜甜，我最近学了一首新歌，可好听了，来嘛，我唱给你听。来，走一个，辛苦了，谢谢。顾小哥哥，怎么出来玩儿也不叫我呀？玉彤，你别闹了，我们公司聚会。什么公司聚会？我看是有个老女人想以这个为借口，趁你占你便宜吧。顾萧的妹，你还小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你才是妹妹，你全家都是。等等，听不懂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去吧。告诉你，你给我少缠着我们顾小哥。走。小丫头骗子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如月妹妹，受委屈了？一会儿去我家，咱们再好好喝一杯，啊？小哥哥，我看一眼伯父就走。好。顾老爷，少爷来了。哎，先生，先生。少爷，您来了。王叔，给你添麻烦了，让我爸暂时住在你这儿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老爷还是昏迷不醒。少爷，你多和老爷说说话吧。顾伯伯，你要赶紧好起来呀！现在顾小哥哥每天都在努力工作，你醒来看见他，一定会为他骄傲的。雨桐，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。顾小哥哥，你要答应我，不能跟除了我以外的任何女人在一起。我现在没心思谈情说爱，只想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工作上，让我爸在醒来的时候给他一个交代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那咱们说好了，在顾伯伯醒来之前，你都不许谈恋爱。爸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再失望了。顾伯伯，我下次再来看您。老爷，他们走了。唉，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。最近少爷可是拼命挣钱，白天上班，晚上送外卖，还要成立一个公司。好好好，我这苦肉计总算是没有白费心思了。少爷要是知道你的病公司的惨状都是假的，会不会生气啊？哼，我是他老子，还怕他生气吗？要是他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生气，我还至于操这么多心？老爷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这小子已经成了。哦，他要是问起，你就说我醒了。知道了。忘了你住这了，我拿下东西马上走。对了，一会儿开会帮我准备一下资料。这个蒋总看上去挺高的，其实也蛮可爱的。心怎么跳这么快？难道是单身太久了？不就是几块肌肉吗？怎么这么紧张？给我，今天可是最后期限啊！
一会儿是你去我办公室，还是我去你办公室？现在是我的，我一定会帮你。哎呦，楚副总是不是吃坏东西了？怪不得嘴这么臭！你给我站住！蒋总，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楚总，你难道进别人办公室不知道敲门吗？这就是你的礼貌。这下行了吧？我还是有急事要告诉你。就在今天早上，公司内部的系统遭到了黑客的攻击，现在已经彻底瘫痪了。哎呀，蒋总，内部系统被破坏可不是小事。怎么会这样？该不会是公司要在您的印证系统里面了？而且经过我的验证得知，此次事故造成了他们的内部文件短信。事实证明的有你，既然你没有这个能力，就该主动为主。月妹妹，你别怕，这个位置我坐的和你坐是一样。你说了这么多了，现在该轮到我说了吧？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吴香，进来吧。蒋总，这是公司升级后的同事。蒋总，这是公司升级后的全新系统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楚总，没想到问题解决了，你这么高兴啊？不愧是公司副总啊！这多亏了蒋总领导与方案。这里轮不到你说话。楚副总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公司在我的带领下，股市上涨好几个的。我这个总裁的位置，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。蒋总，你这么厉害，公司在你手里只会越来越好。你平板还给我！蒋总，跟七 X 已经约好时间了，下午来公司找你。我知道了。蒋总，期待与你正式见面。GX， 是你摆了老子一道，走着瞧。江总，你今天真美。不忙是不是？把十年前的账本审核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直接出去。祝你好运。谢谢，出去吧，我一会儿有个重要的客人要见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蒋总你好，我是 GX， 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蒋总，你要等的人是谁？顾霄 ，GX， 我早都应该猜到的。毕竟你第一天就帮我解决一个难题，看来你并不像传闻中那样不堪。蒋总，您不怪我满身粪臭。怎么会呢？多亏了你，要不然你就会被楚天狠狠地摆上一道。稍后我就把投资金额转给你，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。请讲。你要创办 GX 公司，我理解并支持，但是公司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你得答应我，一个月之后再辞职。
没问题。蒋总，有人找。蒋总，我先出去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朕的事，总之你别管。顾伯伯，你说破产是假的，你的病也是假的，您的眼睛实在是高，上次去看您根本没看出来。不过看到您身体健康，我就放心了。雨桐啊，我免拍呢，就有件事不要拜托。顾萧哥他要开公司，好像缺少资金，我想你。神秘人的身份投资他，但是这个孩子不是谁都信得过。你能不能暂时去到他现在的公司，把他的消息及时告诉给伯父啊？当然没问题，一切顾伯伯的安排。好，就这么定。方雨桐，不管蒋一月一会儿什么态度，一定要保持微笑。这可是顾伯伯交代的事情。坐。没想到你会来面试我的助理。蒋总你好，这是我的个人资料。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指哪打哪，韧性十足。只要是领导吩咐，我一定办到。会冲咖啡吗？会冲咖啡吗？竟然敢让我给你冲咖啡！要不是顾伯伯拜托我，我才不会来你这里工作。会的，领导想要喝摩卡还是美式？不错，你被录取了，试用期一个月，你可以出去办理入职手续了。这么容易，就不用再会点别的什么技能啦？其他的王姐会交代给你，出去吧。好的，谢谢蒋总给晚辈的机会。Yes， 这个小丫头，您放心，已经按您说的办了。你这小丫头怎么来工作？你不是跟方叔说工作没意思吗？那是之前，我现在可是你的好帮手。闹，我跟蒋总说，我一个月后离职。我没闹，一个月之后我就会跟你走。我知道你要开公司了，也知道你就是 Jax， 所以我给你找了一位靠谱的投资人。真的？句句属实，你要不要解除一下？走，我现在就去把联系方式告诉你。原来你就是 Jax， 这一切都是你。不会轻易放过你。嗯，萧哥去哪儿了？怎么连手机都没拿？好像去停车场取物料去了。他们肯定是在欺负萧哥。你还坐着干什么？怎么得去帮萧哥？哎，你别拉我。你小子就是这样子。你们谁呀、啊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惹了不该惹的人。我劝你们啊，别自讨苦吃，赶紧走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哪有撤退的道理？况且小子，你一个人，我们两个人，你哪有底气说我们会后悔？你现在跪地上叫声爷爷。我一会儿让你少吃点苦。庄园，你快看，
那几个人好像在欺负肖哥，你快去帮忙。没事，你肖哥自己能处理。给我上！哎，甜甜，太血腥了，你还是别看了。终于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连看都不愿意看肖哥。终于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先看着那些人打肖哥，那你自己看吧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起来，我有话问你们。肖哥竟然这么能打，太厉害了。肖哥，你没事吧？这位美女，有事的是我们好不好？是谁让你们来的？坐。哎，你们跑什么？问你们话呢。坐。真是没用的东西！今天吃狗烂豆腐，不准告诉任何人。是，滚！照片发出去，这件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顾萧，你不是很喜欢英雄救美吗？我倒要看看这次你会救谁。给你十五分钟，立刻到交警队404房间过期补货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抓我们？江总，我害怕。你们只要记住，这一切都怪那个叫 GX 的家伙就可以了。GX 是谁？我不认识。抓错人了，快放了我们。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可以喊停呢？放开他们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我现在就给还给你。不过。这两个字，你要快去放雨桐离开，不用管我。小哥哥，我害怕。快点雪，我去放雨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到底是谁？想干什么？真是可惜了，这样一个美人。哎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，你要是愿意跟我，我就放了。休想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。小如玉，那你就别怪我。如果没有你的公司总裁的位置，就是我的了。那你就记住，是这个顾萧的，害死你了。原来你要干什么？向前一步，再让他血溅当场！顾萧，别怕，我快报警！那你就过来好好看看，好好看看这个没有悬念。对不起，不过我不怪你。去死吧！顾萧，你受伤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的。你俩怎么抱一起呢？看在你刚才救我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生气了。小哥，快把我解开，痛死了！你们是怎么被耍的？他当时被人从后背打晕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痛死我了！待会儿我一定要吃好多好东西，才能弥补我内心的伤害。好，
一会儿请你吃大餐。刚才那个人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他为什么要针对你？我一定会让他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作为今天的补偿，我送你一份大礼。我信你。顾萧哥哥，你受伤了，我来给你包扎。我来帮你。他是为了救我受的伤。好奇怪，虽然是情敌关系，但是我却讨厌不起来他。这是投资合同，我打算追加投入2亿。谢谢江总，不过我已经找到投资人了，之前说的投资就算了吧。在我走之前送你一份礼物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过一定会让他为目前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这么早把我叫过来，是不是一晚上没觉了想我了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这总裁的位置就让我来做。你就安心的嫁给我，我一定会对你好。白日做梦。顾萧，可以进了。楚副总，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建议你先看一下资料。看，有事赶紧说，我还忙着给公司谈一个大项目。哦，楚副总是给公司谈合作，还是给自己谈合作？江如月，你不要污蔑我。小哥哥，吃早餐。小哥，吃早饭。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中原，甜甜，不错，好兄弟。你别追我，甜甜。一颗老鼠屎换一锅汤。就是，公司吃公司睡，这一股包子味还让不让人工作？现在的小姑娘眼睛都不好使，一个让公司破产的废物公子哥都想往上扑。就是，我看那个顾萧连你的脚趾头都不如。王哥，你今天穿的鞋可真好看。疼死我了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就是看看你的脚趾头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同嘛。你江总他都好好干活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顾萧哥哥，你还没吃早餐吧？拿去跟蒋总一起吃。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就不要担心我们肚子啊，记得吃完他的好好工作。还有点郎才女貌的感觉。嗯，不对，小哥哥是我的。这群王八蛋拿了老子的钱居然不干活。这你不能怪他们呀，要怪就怪你的对手是我。现在我要罢免你副总裁一职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如月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以后就安心坐好副总裁的位置，全力支持你的工作，好吗？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现在已经晚了。这么不讲情义，那就别怪我了。那凡，凡，放开我！
江如月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败在你的手里，我不服，我不服！将她带走，送去警察局。江如月，你给我等着！疼不疼？用不用去医院？没事的，我上去。这是第二次救我，谢谢。救人也不用以身相许吧？我可以为你。你电话响了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雨桐啊，我这脸是不是画的太白了呀？哎呀，顾伯伯，你就相信我吧，你昏迷了这么长时间，气血不足，脸色惨白点才像真的。顾小哥找的房子收拾的怎么样了呀？早就收拾好了，您新来的刚刚好，明天就可以和肖哥哥去新的房子住了。雨桐啊，这段时间啊，多亏有你啊，顾肖哥的公司前期非常顺利，过几天就可以开业了。顾伯伯，我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能帮助你和肖哥哥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这小丫头呀，要是能当我儿媳就好了。我倒是乐意，就是不知道萧哥哥怎么想的，总是跟那个蒋如月不清不楚的。老爷，少爷来了。爸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好孩子，爸不怪你。雨桐把你最近的事已经跟我说了，我以你为荣。起来吧，起来。陛下哥哥，我已经把顾伯伯全部收拾好了。我说这些挺麻烦的。爸，儿子今日回家。回家。我没有打扰你休息吧？当然没有。我给你买了一些吃的。谢谢小姐。顾萧，以后私底下就叫我的名字吧。好。如月，我已经找好房子，过几天就搬出去。这阵子谢谢你的照顾。这么快？是啊，没想到一个月过得这么快。没事的，希望以后我们公司可以多多合作。我可以为你。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楚天，没用的，这些资料我已经上交给警方了。如果你把受贿的钱都还给公司，我可以考虑放了你。江如月，你别以为你用这个手段就可以把我赶出公司，别忘了，我也是这家公司的副总裁。楚天，我就让你好好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开始吧。
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顾萧，你就这么着急离职吗？那我们之间算什么？冷如月，看见老子出现在这儿，是不是很惊讶？没想到我还能被保释出来吧？拜你所赐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楚天，既然你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了，就不要再做糊涂事。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对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动了真心。要知道这样，我早就该把你办了。至此，不会有人再来救你。我就让你知道背叛我的代价。你胡说，是你自己背叛了你自己的良知。给我闭嘴！再见。如月，等我，你不得有事。楚天，想干什么？你王八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不要过来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！你别过来！如月，没事的。我会替你报仇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照顾好你一辈子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天，那个王八蛋！等我一下。别打我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夫人，报警！报警！让警察来救我！救我！蒋总，这三个是庄园、柳甜甜还有方雨桐的辞职信。好的，告诉财务正常给他们结算工资。好的，这是 GX 公司送来的邀请函，庆祝公司成立，举办年会。我知道了，顾萧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只是当你看到跟你投资人真实身份，不知道你会是什么表情。下午的事都推掉，我要去好好打扮一下。好的。哎，方雨桐，你干嘛要学我穿衣服？我喜欢，人脑子呀。小哥哥，你看我今天的裙子好不好看？不用看就知道我的好看，主要不是看衣服，是看穿衣服的人。柳甜甜，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，你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，哼。好了好了，你俩一见面就吵，一会投资人来了看你们什么样子。甜甜，偷偷告诉你，你比别的好看多了。好哥们，还是你有眼光。顾总，恭喜你了。你能来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顾总，咱们的投资人什么时候来？应该快到了。顾伯伯来了。爸，你先找地方坐。你好，顾总，我就是你要等的投资人。果然是父子，给身份惊喜的方式都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？儿子，一切都是假的。爸就是看你心思不在事业上，
恨铁不成钢啊，才想到假破产这个办法呀。那你的身体呢？老毛病好了，昏迷嘛也是假的。爸，以前让你费心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孝敬你。好，我的儿子长大了，有出息了。冤枉啊！我什么都没干。不信你们找大夫。顾香，他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是我把他电晕了。太好了，我以为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到伤害。언제나같은꿈에나선어구를하고喂，我还在这呢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了？关键时刻不会欺负是吧？我得跟你好好聊聊。啊！救命啊！警察叔叔，救救我！喂，110吗？我要报警。顾伯父好，我是耀阳科技的蒋总，蒋如月。谢谢你照顾顾香，之前都是电话联系，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。以后有空常来家里做客哦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况且雨桐做的咖啡非常好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要不是顾伯伯跟他通了电话，不然这个女人才不会用我呢。小哥，你看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顾伯伯也在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当然可以啊。那我可就问了，蒋总、雨桐还有我们三个不同类型的女人，你喜欢哪一款呀？我时间快到了，我们一起庆祝一下。好。